走了走了，订单还是昨晚那么多啊？对对对，没有加。我这有两盘。对，用这个。全部都用这个呗。对。这个做完。要套袋子吗？还是直接放里面？套袋子放外面。套袋子放外面。十二，你每个作业都带来了？带来了呀，不带来，晚上谁有空辅导他呀？等晚上让他去注意那个写。电脑我都给他带过来。昨天我们那个写错了，今天要给补一下。知道，我知道哪个。你知道哪一个呀？昨天的第四个后面生词部，我错了。哦，我是说。吐司二十二条，我能考虑这么多吗？你看啥？不用，等会考吐司的时候。看一下底火。可以可以。对，蔓越莓是大的，红豆是小的。再来一个。啊啊！先不要乱扔啊。包好了啊。包好了给我。啊，等会再分。不错，不错，今天不让你走。来来来，让我。